炒好了吗？多可爱，这几道菜你们做的不错。哦，好看好看。二哥，这三哥，二哥，六弟，你初次承办中秋公宴，没有经验，我不怪你，但也不能胡来呀。你这是想让大家站着吃啊？是啊，六弟，你这事儿做的也太不周全了。像我们也就罢了，难道你想让川主、川夫人还有嫡长主夫妇也都一起站着？川主、川夫人到！父亲，父亲，免礼，热闹。哎，父亲，六弟这是要让咱们临桌而立，体察民情不成？竟连椅子都未准备一把，这是流水宴，